谁来教猴子使用卫生棉？冷气有呢。走开。当可爱的台湾猕猴也学会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、扔卫生棉时，总应该有勇敢的舞龙教教猴子怎么用卫生棉，怎么用卫生棉。被抢走卫生棉的女网友形容，猴子当着游客前把卫生棉撒满地，让她害羞的无地自容。更有网友形容，这是动物被统一开放杀害台湾猕猴后，猴子所展现的力气。不过专家表示，台湾猕猴的栖地与人类活动区域重叠严重，入侵人类生活的范围并非蓄意破坏。人与台湾猕猴应该找出互利共生的方式，而不是灭掉一方。